5星馬利又4星泰利，咁今次有登入福利啦。今日開始登入就草剃經23456啦，鑽石23456，金幣3680，最主要可樂咧馬利又四，哦，咁即係冇問題啦，咁樣有回音。咁跟住有限時抽獎，又有馬利碎片啦，不過鬥嘅啫呢啲。咁積分獎勵又係鬥嘅啫，鬥到儲到1500，你又大一支噶啦。咁招財貓又哇好啦，犀利向財神不玩家顯示敗面200，仲有禮品大放送啦！呢、這個真係日日挑戰啦，每日重置普通50次，精英50次，試練場8次。試練到30層，天賦升2次，購買體力3次，消耗200萬金幣同埋儲值980鑽石。呢、這個你唔需要諗啦，尾咗兩個。咁另外會換又有拳王98，就有覺醒石，拳就有寶石寶箱，王就卷軸啦，天賦點，跟住有和98就天賦點。副本就好似調低咗啦，另外就係累計消耗得萬能碎片哇，燒300次咩啫喎？簡直一個破產嘅活動，哇！屌你老味仔，破產啊！咁揀咗咩先啊？招財貓啦！即係你，哦，即係你攞嚟賭，話攞嚟賭咧都幾大下嘢噶，即係攞嚟賭啦。個試練場積分哇！抽轉抽死你，真限時抽獎啊！2280，咦？咁就10分噶啦！
咁啊，梗系留翻嚟觉醒第二个啦。人全部都是保的，靠補血而已。那是什麼？普通挑戰50次，精英挑戰15次。哦，原來是30號的事來的，萬聖節禮盒就是30號才有的了。那是28到29號有什麼做呢？就是叫你看看第一你要怎麼打，就是所以我都是不過呢很鬼辛苦的。升200点攻击嚟。
主线任务啦。唔使太过嘈嘅，呢几场都。但其實都唔明咩啦，哇！爭一百啫喎。覺醒是不是應該覺醒給他呢？最撚惡個批曬後怕。Lady Go！ 狂龍，來啊！我乃有乃。哈！哈！狂龍，來啊！哈！
商店都會咩啦，就嚟就又可以儲只白絲嚟玩下啦。Lady Go！それでは失礼。カモンベイビー、これで決まりね。痛いよ。怒らせんじゃないよ。カバリン。ほら。ダブルストライク。ティア。そこ。ヘイヘイヘイ。ダブルヘイ。これで決まりね。行くぜ。クライアガメ。 I love you。 雷光剣。I love you. 雷光剣。雷神剣。嘿。これで決まりね。行くぜ。クライアガメ。ふっふっ。ようないようない。2200等2200咩啦？
行くぜ。I love you. Light Hawken!惊都俾人劈卵死埋啦！唉，惨亡真系，出招都有问题。
行くぜ。クライアムで。おりゃ。アテナ、行くまんや。カモン、ベイビー、これで決まりね。
咦，有得玩喎、哦！哦，八十歲點咦？蕾絲的我為什麼不要入社團啊，仆街，還有得抽咁樣玩，仆街！
冇啦咁樣。卢卡的碎片在后续活动发放，死得你。更新嗰啲。